越南这个西贡香烟，10000一包，3块1毛钱人民币，现在多厉害。昨天还买了几包那个黑猫，好像是黑猫吧，应该也是10000一包，就是这个也是10000一包。越南人民真幸福啊，这烟3块钱一包，很便宜，味道好像就是中南海点吧那个味道挺好的，我比较喜欢，价格还比较实在。这边万宝路那得30000，有的地方是28000，有的地方30000，还有山五是30000。前几天买了一包山五，买了几包万宝路。有一天在顺化，应该顺化吧，好像是买了一块，不是顺化，是惠安古镇里面卖40000。那第一次买万宝路这边，惠安芽庄这边，芽庄这边还比较便宜，都卖30000。万宝路已经没有了，这是昨天买的，这些1块钱一包，很便宜。感叹一下吧，好便宜啊，越南生活真的很美好，什么都便宜，什么都便宜啊。这个酒店，这个度假酒店，看看多好，这才合人民币200块钱。收集钱太多了，这叫床啊，这是一个各个种不相同的地方，在那玩儿，还有一种烟，这是川普吧，怎么美国总统呢？还抽烟吗？这好像也是10000一包，川普，应该是川普，美国总统名，应该是王牌吗？不知道，先把它打开试一下。那酒店。酒店还挺漂亮的，各种小孩玩的设施，秋千、泳池。